我咋画呀？这是这么些浮溜溜。崔叔，崔叔，还没挂我大命。来了，杨，你说咋了嘛？哎，小姐给提，你说这么大急事，小姐给提，小姐急呀！你看你说从早你能急事嘛？哎，你胳膊咋嘛？我一干净，你看姐，你看姐也都好着，你看你这这手咋成这样的了嘛？姐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。你不管，没事。姐被医院看着，咱不敢看。你看手都长长的，你姐没事。走走走，姐被医院看着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姐没事，你看你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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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去看看。前两天咋好嘛？你老喊打你。呀，姐，没事没事，没人。你再有啥事，你就给咱村上学，咱村上妇联给你解决。姐，是这样子的。别走，别说啥，别走。主任，嫂子，人家这回多亏你俩了。你有啥事找人家说嘛，得亏我看了。你看，你看你，哎呀，呱唧，你是这，哎，有啥事找给咱村上妇联转让的，妇联就是给咱妇女解决问题的。俺多亏发现的早，发现的健康得了。哎，主任，嫂子，你都知不道，平时人家在威汉把我手机都收了，人家出门把门都锁了，我都没办法跟外界联系。这回多亏你拿手机取证了，要不然法院都没办法判决。妹子，有啥事你别害怕，咱有妇联呢，妇联就是保护咱妇女的权益和安全呢。